家，中西文，甄永山。马家军今日在上环出第一届造型及美肤艺术节活动，一众嘉宾造型都精心打造。连诗雅年轻时都想加入行界发展，不介意由低从洗头妹做起，当时年纪尚轻，大约15岁又未成年，而且妈妈担心环境复杂，最后遭家人反对告吹。不过连诗雅同行师都好有缘，试过剪时被行师追求，画入行前多地人追，入行后少做好多追求者。记得当时我入行屋剪过两次后，个行师就话想约我出街吃饭。钟希文则试过大胆帮男友缠短头，失败做好多次，搞到男友个头不伦不类，但男友因为觉得有女朋友帮自己剪好甜蜜，重话有叫男友行师叫剪，但自己始终卯天分学无好。精选鱼文，细晒鱼果 http://fb.com/app/leadail。耶克鱼文乐陪你走遍全球追星，即刻鱼果 FB 专页。